跟我回去，你还有活路！！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，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商量。你先把孩子放了。对嘛，警察就应该这么演嘛，无所畏惧才能帅啊，才能圈粉吗？不是。你让他过来。哎，那野人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二呀？怎么对小演员那么粗鲁？真打穿了！打到身上，你看打穿了！咔咔咔咔咔！导演呢？制片呢？啊！谁来赔我手机啊？说你呢？啊！是不是个专业演员啊？都没读过演员的自我修养，怎么能对一个这么天真可爱浪漫的小女孩如此粗暴呢？臭娘们，拍戏！过来！这不是在拍戏吗？大钟，大钟，把枪跟人质放了，你顶多坐几年牢，万一发生意外，你就回不了头了。你也明白，他今天是来杀你灭口。如果你转做污点证人，我们警方会负责你的安全。你闭嘴！我们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们警察管，放我走！既然这样，你们两个都别想走。小孩当人质啊！救命啊！大钟，你放了他，我保你安全。你闭嘴！他说的没错，你是来杀我的，大不了投归于尽。走！啊、救命啊！走！大钟不重要，去追脸谱，快！好，走。把孩子给我。你是好人吗？